条是太平路，还有太平营区，不，太平路啦，太平营区和平路的交叉口，这样。交叉口叫一个太平夜市，叫全家啦。北南乡公所底下。哎呀，左转全家乡公所，叫有一个，叫一间庙啊，看什么宫？文清宫吗？叫一带一路呢？东山丫头，再看麦。那老先生是谁？好像炒米、米血汤，就即马经过绿灯，叫果汁啊。这应该无偌大啦，敢一条路尔。迄边多一条马路啊。对啦，沙茶线。都无咧看。好好，行，我掠你。行。炸榴莲。炸榴莲，凉拌卤味。这是卤味，凉拌卤味。文恒店啊。那入去庙拢爱戴口罩。进来看要食啥？还是搁要食牛排哦、喔。还是要迄落炒面，咱咧刚拜过也是要食炒面啊。怎啊食？好啦，啊，诶，拄啊迄条敢若嘛有啦，但是嘛无济啦。那沙威玛。嘛，食一个，看要食鸡板面。要炸鸡啊？迄等下还要等你吃啦。先吃一个就正长的啦。好，先往回走，看那边有卖啥。这无几大，但是都有迄种暗顿好食啊。哇，另外这条路看卖，北南乡公所。头前遐嘛是牛排啦，安尼无啊，好啊，往回走，好，来吃章鱼烧，大鸭的八粒五十，小鸭的六粒是十块。我不是战斗机哦，我们要吃这啥？油鸡、醉鸡。这个油鸡胸可以再整，要加一个高丽菜，加一个我们不要真的，那肠子怎么办？好，那用个肠子，一份肠子。要买第三项，最后一项要买，当来饭店吃。东山丫头。系啊，系啊，紧啊。还有饭。啊，是要一块啊，隔壁遐嘛一块，啊白叶，豆干，海带。你讲要一锅，就要遐济。我无讲要一锅啊，我海带卖吗？卖嘛。海带哪卖？两个是。
甜不辣？一个十块。对，嘿嘿好嘿。蒜，好吗？蛋，两个。啊，平常会几大？啊，蛋在那边。$4.20。$4.20。买一双干吗？买。我嘛买，看这样真买无？你想买？哦。买三，伊无爱吼。三只啊，哎，三包不钱。安尼。做啥物无买？拢有啊吼。啊，不敢买。哈？算了，还是要等啊。买啊，拄啊迄都有啊，哎呀，你拄啊遐都买啊。哦，伊一间物件真济。鸭头，鸭头，生意嘛真好，应该真好吃。好，去夜市啊买宵夜冻的啊。哦，应该是暗顿吧？嘿啦，暗顿宵夜啦。这上面也叫啥？章鱼烧。章鱼烧啦，东山鸭头啦，两包，哦，开安尼几千块的。绝对几千块。无啊。啊，这潜这什么潜水机啊？战斗机啊！战斗机啊！哦，看起来拢真好吃。油机啊！好啊，要来开动啊！